你看，互相推卸责任的概念。我们要跟那个假薯条一起拍片。好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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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有三个按钮，一个是开始游戏，一个是做嘴话。嗨嗨，我就是看你一遍很久的 Dustrara。等一下，字幕。这张地图是帮薯条庆祝生日的，所以你不要走开。那我想对薯条说，人，迷宫鞋真的超好看的，这是薯条啊，你的影片真的出很快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张地图我还被抢？规则也没有规则，破坏破坏没有啦。你死了啊！不，你死了！你来帮我念好了。你要玩吗？耶！我原来也在旁边。好，来跑酷。我第一个就失败。你们都知道我跟大家也非常喜欢的跑酷。这也太烂了吧！对啊，这一个而已。哟，然后回去啊，重新拿一个字来回答。真简单吧，真简单啊，超简单的吧，真简单。ADHD， 耶，喂，那你要继续跑吗？两个你有跑完啊？你跳过了。其实我根本直接略过了 Neo。好，我来这里等你。我快摔死，你知道吗？作者是忘记开和平。还是我们把它开一下。好，你开个 S 可以开吗？不要。喂。我没有动。是不是有生物材料？可能某个地方的压力板呢、啊？有可能。先问阿言最早的名字叫做什么？阿言没改过，你讲过这件事。我没改过啊。那你现在的频道是薯条第几个频道？我应该有讲过这件事哦。有啊，但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？你第三、第二、第二、第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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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什么烂数数法？十十三十四，也是十七。你是什么道理啊？对啊，我有三个频道，我的第二个频道比现在订阅还多。阿爷，第一个 Minecraft 影片是什么？你甚至知道你拍的第一个 Minecraft 影片是什么？我知道、哦，只是他的答案可能会错的。我不知道，大地书是绝命下界，是绝命下界。但是你放的影片应该是大地复苏吧？我第一个拍的，我先拍绝命，再拍。那你又没有跟他讲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是秘密，没有啦。What？ 这太难了吧？这别我连胜是多少？被我人生是多少薯条啊？薯应该这是我第二个频道的事吧？是等下这是我第二个频道的事吧？这太难了吧？我记得高于五十，但我忘记是多少了。中间，高估你了，再用猜的哈？什么叫高估我嘞？下一题，薯条塑身体，这个选项叫发电厂，发电厂啊，发电厂。这名就是对的。我跟你发电厂。你第五集在干嘛？我的第五集在干嘛？你是不是没看啊？是不是没看？我看啊，我忘了。你看这边有个选项欺诈锅。为什么会有欺诈？这一题就这么简单的。你还会打？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就交给你了。选台北。好啊，金元制造台。嗯。哦。有没有在看啊？NASA 公司来个压缩机第六集，看有没有在看。
我不想剪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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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Blessings for your birthday, blessings for your every day。最后 no 一秒 made 钱，哦，像 K。